接下来好有点明星脸的感觉啊，啊，像好多人，像很多港星，对，他像那个谁，黎姿啊，是吗？还有佘诗曼，佘诗曼。大家好，我是 Karim My Baby， 今年31岁，今年31岁。我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31岁啊。对，因为我用了面膜呀。我用了面膜呀。哦，用了椰子面膜。对对对，就因为这样。会说话啊。新鲜有营养。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《冲上云霄》里面你演的 Captain Cool，然后呢，我就幻想你是一个非常高冷的人，高傲。直到有一天收到一个表情包，什么？一个表情包，是你非常非常萌的，非常非常萌的，好可爱的，就是这个。好 Q 啊！真的吗？你们觉得好可爱吗？对，我很喜欢吃东西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了一个 pose， 我就要四个 pose 的。要做什么的？好简单的，我叫你来来。我头上有只脚，有只脚。头上有只脚，鸡脚。第二个就是，我左肩有点痛。我左肩有点痛。你是 number one。你是 number one。太帅了！好帅。我就 OK 了，加快，太帅了！OK， 谢谢。谢谢。Thank you.